以所到诸手，这个沙江诸手在广东就够经典了，爽口不腻，做法还发亮正的。在街市买的猪手，顺便去好骨，就先把右后部分补去少肉的位置，再卷起来。绑不好猪手的朋友，可以用保鲜膜裹住，放水柜冷冻个30分钟以上，让它有个半硬状态，就可以用竹签固定和包粽子的水草绑紧了。冷水下锅，放入几滴白醋和屏幕上的香料，去香增香，中小火煮个50分钟，捞起来就马上放入冰水中泡个30分钟，猪手就可达到 Q 弹爽口了。再切成厚厚的薄片就可以了。沙姜、红葱头、蒜蓉做个酱汁，再泼点椰油和豉油，搅拌均匀。酱汁淋在猪手上，或点着来吃，实在太好吃了。